特字怎么写才好看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特别的特，牛字旁要写短，右边纵向上要写长。先写个短横，高起笔写竖，注意第二个横要长。三横等距，竖钩起笔不要太偏右，在竖略偏右一点位置就可以。特字注意右边第二个横一定要够长。点赞关注，了解更多精彩课程。